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《方舟生存进化》，我是老头 Alt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呢没有打算要出远门啊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成功的抓到这个在火山岛、哦，我们在火山岛成功的抓到了这个火焰嘟嘟飞龙的蛋哦，成功的孵化它了之后呢，发觉它其实并不怎么好用，只是外表比较大只而已啊。它的骑乘视野距离有点夸张啊，啊，给你们看一下骑乘视野距离。它的骑乘视野距离实在是太下面了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这只嘟嘟飞龙，所以说我们还是放弃吧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当装饰品好了。那今天为什么要出门呢？因为呢，我懒得出门，没有啦。就是该怎么讲？老头对这些方块非常的好奇啊，然后呢，想要开始往这个地方开始琢磨啊。那你们会看到它很多东西不是要方块，要那个方块嘛，就是要灵魂嘛。你看这边就要15个哦，然后呢，不然就是什么上古神器之类的哦。所以说老头想要稍微研究一下，不过呢，后来稍微摸到后面呢，发现呢，想要获得灵魂的话，必须要召唤这边的箱子啊、哦，这个 INNORTAL 这类型的箱子才可以获得到灵魂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呢。啊，就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呢好好的召唤这些箱子，我们看看这箱子里面可以获得什么道具。啊，他们呢这些道具呢，应该是新的模组会有新东西吧？我是不希望跟 DNA 模组差不多啊，因为我觉得跟 DNA 模组差不多的话，就有点太无言了啊，有点类似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概念，你知道吗？把东西放进去，然后都是换个名字而已。啊，这样子我可能会非常的失望啊！啊，那我们讲这么多，我想找一下那个，找一下血哈，找到这边200多个，我们的血还是不够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我们去多弄一点血来。啊，这边有只猿人，恐怖哦！你不要闯到我们家里面好不好？我们家这边那么多只霸王色霸气的恐龙，你还在这边撒野，你根本就找死好不好？奇怪，那我们剩下的东西呢？哦，这边有300多个血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哎、欸。这边只有5个，南方哥呢，只有1个，更好笑。来，我们现在都总共几个了？800多个，我们至少还要再200个。哎呦，啊，我们那只进化的这一只居然变隐形了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好吧，算了，反正就让它隐形好了。让它慢慢的隐形，我们也没差啦，无所谓无所谓。来，哎、欸，这边有血，16个，太少了。牛龙哥刚看过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牛龙哥也看过了，剩下的我们去冰箱看一下。好，刚好这边有，这样1000多个，不错不错。好，刚好5个单位嘛，我们可以召唤5次嘛。好，没关系，就5个。这样总共多少？400多，我们这边还有800多，哇，1000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这个大脚怪开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试试看啦，因为我不知道打不打得赢啊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挑选这一只呢，会燃烧伤害的霸王龙，打看看好了。其他都没有持续伤害的那个的恐龙啊，那只嘟嘟飞龙不好操作，所以我不打算用它啦。来来来，我们在这空地哈，哦，摇一下55万啊，绰绰有余了。来，我们不多说啊，咱们直接召唤了。好，我们神器准备很多个，不用担心。喝了，啊，这样，万佛朝宗嘛，光芒渐射下来这样子。啊，我在想说，我们要点一下攻击力啊，先点个2万好了。啊，我们应该是撑得住吧。点个2万，点个2万先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要一直叫，很吵。好了，2万攻击力跟你对打绰绰有余了吧？大脚怪快出现啊！哦，看到了，就是你，好久不见了。先喷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你血量多少哦。3个10百千万。等一下我看不到，啊，为什么背景音乐那么恐怖啊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3000多万了，先喷一下。哦，这个伤害有，这个有到位，有到位。哦，我的攻击也有到位啊，74万。
单挑单挑。哇哇哇哇哇！来，行呢。哦，好，你家在我这一只血有不100万呐、啊，不然的话，我可能就死在你手前了、啊。天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火焰烧伤啊？难道他免疫火焰烧伤？啊，没喷到！我必须要帮他，我必须要跟他取个距离，就是这样。有有有有，我就觉得用咬比较快哎。噔噔噔噔，快死吧！啊，我快死了，补一下血，我有一尾活龙啊，行嘞。看好，不然打死会拿到什么东西？哇，1200等！哈哈哈。我赢了。然后，尴尬的是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，在里面吗？哦哦，有装有装！哇，天哪，这个防御力，哇，要变身了，要变身了！哈哈哈！我拿到这个哎、欸，这就是我们那所说的那个灵魂嘛，对不对 ？Good job, man. Good job, man. 看这灵魂就 DNA 模组那时期的、啊，有点换汤不换药的感觉。哇，这盔甲看起来也蛮奇怪的、欸，怎么感觉好像只是纸糊做的那种感觉？浆糊，人家头盔给2个啊，太小气了吧？不过这防御力真超高了，我护甲变16000了。没关系，可以的。来，大脚怪解决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玩。走开！大脚怪被我们砍掉去啊。然后，我现在有获得那个灵魂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丢掉，这不要了。这个不要，我们获得这个嘛？那我们做这个方块的话，需要什么灵魂啊？需要各种不同的灵魂啊、哦，有点麻烦哎、欸，这样要打一轮才可以做一个方块，然后你看这个要10个方块，那不是要打50轮吗？你搞啊，真笑哎呀、啊！好了好了，你讲的拢对，呵，这个呢，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制造机啊？这个不要理它，来来来，那算了，那我们再来丢一个神器哈、哦，我们来看可以玩什么。啊、哦！大脚怪打完了，哎、欸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好不好？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好了。这个是那个 Giga， 这个是那个钢铁南方巨兽龙，看它的英文名是这样写，没错啦。来玩一下，来玩一下。这时候呢，就要跑到远一点的地方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我承受不住那一股般的冲击。啊，搞不好一召唤出来是吓死人的那种也说不定，好不好？来。我们就地直接召唤的，这些应该都是无法驯服的啦。这些应该都是把他杀掉，拿他的东西，拿他的道具之类的。你看，像我刚刚把那只巨人打死，拿到这个巨人的 skin 啊，我没有什么在用的、欸。会不会把这只钢铁南方巨兽杀掉，也是拿 skin 而已啊？我不知道拿他 skin 跟装备、欸，这样有点感觉不太划算的样子啊。没关系，等他下来了。Quickly， 让我喷喷嘛！哎呦，出现了，先怒喷一波！哇哦，这个伤害跟这个流血，没关系，我先把你裁决掉。我靠，我靠，这非同小可啊！哎，还好我反应快、欸，不然我可能被他流血致死、欸。哎，这小家伙，这不是，这是大家伙。你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？你不要跟我讲你就这样子哦，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、啊？你浪费我的一个神器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天啊，我好浪费哦！还是说你可以驯服？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。如果说你可以驯服的话，我倒觉得还有 CP 值。走开啊！我靠，那这样也太烂了吧！哎、欸，浪费我的神器哎、欸，啊，还我神器啊！算了，不管了。我看我还是乖乖的在召唤啊。
我还不如打那个灵魂者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称他为灵魂者好了。哎，直接给灵魂跟那些装备啊！你嘞，你给什么了？天啊，受不了哎、欸！你看，什么东西召唤他之后呢？打死他可以干嘛？什么东西都不喷啊？这样子，这样对吗？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要不要打一下这什么？这猛犸象是吧？还是要打 Giga 算了，我们跟 Giga 对抗好了。安内卡刺激啦，好不好？咱们来打打 Giga 好不好？啊，搞不好比较刺激一点。啊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会设法想要召唤一下，需要更多材料的恐龙啊。不过我觉得这可能到时候我私底下会去收集吧，过程太反复无常了。太冗长了，不是反常，太冗长了。哦，不想要把这种太冗长的东西搬出来啊！你看，给我这个，就这样给我这个。啊，算了，我也是醉了。给一个传说的这个害鸟的鞍，然后跟一些零碎的道具，没了，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啊，实在是太开心了，我能说什么？好啦，还不快出来！我等你等了8000年嘞、欸，啊，脱台前是吧？哎呦，哇，哇，你的背怎么长这样子 ？Oh my god！ 啊，去死！哈哈哈哈，吓死人了！哇塞，哎、欸，好帅哦！他是吃了生长激素长这个样子啊！我的天啊，这家伙吃了生长激素啊！那给的东西还蛮优渥的，不是？这是我们家的啦。我靠，这个是怎样突变体吗？哇，还可以突变这个样子啊！我看一下我们的装备啊，现在只剩捡装备的料是吧？好吧，那就装一下吧，勉勉强强。这头盔59多啊，比较高，这可以丢了。手套，耶，换了。我们擦裤子哎。哇，太恐怖了！这个怎么长得跟以前不一样啊？哇，啊不就好加在你的血量哦，几百万而已。为什么那个巨猿的血量是3000多万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这个作者可能在输入的这个时候，不小心多打一个零吧，340万变成3000多万这样子。哇，可是我们这样子我们只有两个灵魂哎、欸，我们的神器剩下1、2、3、4哎，我们神器很多，不用担心。那我们再来猛犸象好了。啊，这个应该是犀牛，可是这个飞龙的话，飞在空中我不知道好不好打哎、欸。再说，算了，我们一次都把它弄出来好了，一直来回蛮麻烦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把这所有的灵魂全部弄一遍吧。来。我刚刚是不是弄两个一样的？哦，没有，吓我一跳。然后，等一下，材料是不是不够了？心脏对吧 ？OK， 我这边有这个猛犸，这应该是猛犸象，然后这应该是犀牛，啊，最后一个飞龙。好，哎，如果全部召唤，我应该打不赢。我觉得比较奢望我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了。站远一点才是王道。我不想让我的恐龙受到波及，他们还有大好的美好前程，不能因为我这样子毁灭。来吧，我们来看这一只猛犸、喔，慢慢来，不急不快。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攻击力，其实还蛮妥当的啊，不上不下啦，对不对？哎，点一下血量好了，八先点个200万，比较不容易死。又多了200万了，那边又多了100万了，有点轻轻松松的，来吧，还不快出现，我等你啊！哇，冰雪猛犸象，哇吼吼，这个有猛到哦，死了，可恶，一出来什么都没有事做，这样就往生了，这样子，哎、欸。你不会哦，包包在这里。我在正准备要吐槽你的时候，手套啊，不要，烂东西。来，我们继续哈。犀牛哥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大脚怪血比较多啊？
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算了，一定是设定上的错误，我们把它归类为设定错误好了。啊，那我们待会收集这五样灵魂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就做一个方块，就这么一个方块而已，是不是？麻烦死了，五个灵魂换一个方块，一个方块可以拿来啊，算了，拿来帮我们那只进化好了，应该材料够吧？犀牛，哇，这犀牛血很多，这犀牛就有3700万的血。Oh my god！ 战斗了，战斗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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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咬死你，咬死你！哎呦，我被他卡住了！啊，行嘞！你不要一直顶我的下体，不要一直顶我的下体！哎呀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打这么激烈的胜仗啦！突然觉得我好兴奋 啊！我要死啊！抱歉，一剑回血 哇，这一只很有料哦，这一只。现在是打首胜都会给很多东西的概念嘛？啊，我是打首胜的，然后给多这样子。犀牛哥躺了，你看笑嘴巴都不见了。我下盘奈无起啊！哇，下颚那也没起啊！啊，哭哭哦。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拿到什么东西啊？灵魂倒是有了啦。来来来，最后一样，飞龙哥。啊，希望你不要这么会飞，不然我打不到你，我就尴尬了。我应该先发制人，等他出现的时候立马攻击。他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？有没有像嘟嘟？应该不像嘟嘟。有没有像那这个方块里面明明就标是南方巨兽王，就变嘟嘟暴龙了？会不会挂羊头卖狗肉呢？啊，我们就看下去吧。来来来来来，进来啊，卖个烟啦，进来。哎呦，哇，他也会火焰伤害。我靠，这个有点棘手，因为他也有几千万的血，而且我的火焰伤害对他不起任何作用啊，是喷不到还是？喂，好像喷不到哎、欸，没关系，用咬把它咬死好了。不要飞，不要飞，你飞了我就不好对付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耐心的咬我吧，咬我吧。可以，撑得住，撑得住。哎、欸，换我没咬到它了，为什么？咬，补血。哈哈哈，好作弊哦。Oh my god！摇，赢了，妥了，这个也有3500万啊！哇，每一只的血量都不同哎、欸，最多都3000多万。你不要再给我最后一刻飞走啊！你是我的，死吧！哇，炸裂！啊，超级大炸裂！赢了，还可以。但是呢，他蛮小气的，他给的东西好像根本就没有啊，会不会在他身上呢？我们去看一下好了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凶狠哦，1200等。哎、欸，怎么开道具栏？让我开一下道具栏嘛，不要那么小气啊。来来来，道具栏我来了，有了，哦，有给鞋子。可是还是没有给我们的裤管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的裤头嘞，太小气了吧！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哦，没有，忘记松绑。哇，我们的暴龙实在是太强了。我们鞋子防御力太低了，这个5000多的装上去哦，这个1000多丢掉了。哦，那头盔6300的换一下，这丢掉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五个灵魂啊？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可以去换了。来，其实也不难嘛，还可以接受。可以。来吧。看一下啊、喔，做一个需要的材料，我记得应该不多。最麻烦就是灵魂了，没有错，200个铁，然后剩下都是灵魂。3、4、5，
哦，就为了你一个，他一次是做十二个，我以为他一次做一个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那我可以干嘛？我可以干嘛？好兴奋哦，十二个哎，哇，这些都可以出来了。等一下，重点是这些出来我要干嘛？找死吗？这些出来是要干嘛？找死吗？这是召唤驯服用的吗？哎、欸，封神哎、欸，封神翼龙哎，哈哈哈！还有什么猛犸象？哎、欸，好多哦。我们还是直接召唤这个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都是猛犸象，都不能飞啊，这都不能飞啊，好烦啊、哦！好好奇啊、哦，我们可以挑一个最弱的吗？就决定是你了。你会不会召唤出来打不赢啊？没关系，以这个做结尾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来，原来一次做十二个哦，那我就不觉得麻烦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还真慷慨哎、欸，那么一次做一个啊，我绝对会哭给你看啊！我说，真的不要一次只做一个啊，那个真的是时间成本会让你哭出来啊。来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后面那两只十个方块的也可以轻而易举哎、欸，那真的蛮不错啦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会不会打不赢啊？我靠我靠，他是直接这样子哎、欸，我是要被传送了是吧？我是不是要站在这里面让他传送，还是不用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这要干嘛哎、欸，也是大脚怪哎、欸，完了我死定了，我觉得我打不赢，怎么办？各位观众，各位兄弟们，我要怎么办？他快要密合了，好、啊。史上最强的，真的最强吗？不知道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吗？啊，出来了，看他写多少。那、啊、你看，14万而已，可以驯服吗？哎、欸，不要，驯服一下好了。我驯服到我们家暴龙了。你不要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可以驯服，可以驯服，哈哈哈。那你要吃什么？吃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你吃什么大腿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吃这个，你该不会吃这个金币？吃钱钱？啊，你什么都不吃，那我帮你召唤出来干嘛？你该不会只吃果实吧？这么单纯，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吧？还是你吃灵魂？啊、不是你不吃头盔啊？你刚有课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灵魂给你吃，你也不吃灵魂，吃神器好了你。你要不要吃神器啊？神器好像不能拖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哇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吃什么哎、欸。你到底吃什么东西啊？你该不会是阿法肉吧？啊，算了，都给你一点好了，都给你，不要吝啬。啊，这也给你好了，我把全部都给你，不留一点痕迹。哎、欸，这是可以驯服的、欸，可是我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、欸。哎，你吃血吗？你全部都不克，难不成你要最单纯的紫色果实？来，我去帮你一下，紫果是吧？来，我们有紫果了，五个紫色果实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醒来哈。请允许我再让你睡一下，啊，不会痛的，等一下就醒来了。A C I 该不会是那个吧？我是没有带来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。死狗一年，来吧，送你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没在跟你开玩笑，醒来了。哈哈哈！哇，哇！凶欸，来看一下你的威力，其实也还好啊，给你吃一瓶这个好了，然后点一下负重，近战伤害，你有什么技能啊？秀出来一下啊，按 C 键也是攻击，啊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，一整群欸，吓死人啊，哦，他跟之前那个一样是会召唤的、啊，星星战队。好像也没有比较强的样子啊！啊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恐龙可以让我们试刀
啊，不过这战队包围的力量应该是蛮恐怖的、啊，就只是召唤出来之后呢，变成说可以召唤一整群生物，是吧？欸，开始没什么剑啊，我靠，轻轻一下就五万了。那我可以命令他们去攻击前面那只熊吗？哇，太狠了吧！小只的平均1000多滴攻击力。好啦，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作用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影片应该先到这里了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先到这里了啊！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过来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再见了，拜拜。